那其实我们很感谢他，感恩在我们昨天晚上有美好的聚会交通，那我们今天早晨再次有一个新的一天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好，我们一同起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做个祷告，就开始。亲爱主的是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一切歌颂都要赞美你，我们也要以赞美为祭来到我们的殿堂当中，主啊，献上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，求你悦纳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献上赞美祭来记录神的典章，我们献上赞美祭来记录神的典章，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
我们请坐。这首诗歌是谁爱的能力，这首诗歌非常美，我们愿意我们能够在圣灵的领导当中能够更亲近神，更认识神，能够来等候神，让神的爱拥抱着每一位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，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，然后住在神的光中。这种有爱的能力啊，我们一同将自己再次交奠在神的面前，等候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带领。我靠近你，让我心改变更新，在你有留的恩典中蜕变，主我深知道Oh
谢弟兄带领我们的